够大气。各位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，我是公道明总召蔡定贵，也是自由台湾党的党主席。面对着中国国民党天降未来的殖民统治，咱台湾人就要家己行出来。所以，拜托，那你的选举三项代志：第一，总统投给蔡英文；第二，区域立委投给蔡台；第三，政党票投给为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建国的自由台湾党。感谢大家。所以，那你的选举。